就打 vegan， 然后你第一个跑出来。我会变成 vegan， 就是因为一直给我看这些东西，所以整个哭了大概一个礼拜。Fresh vegan， I know， so fresh， like so excited。大家好，我是够尔根的白荣。现在我来到东区新开幕的一间 vegan 餐厅之初，今天要跟 Kimberly 吃饭，超兴奋。听说他已经吃素很多年了，但最近宣布转 vegan。为什么会转变成 vegan， 甚至在 Instagram 上面开始变成推广者？那我们马上来欢迎，Kimberly。Hi， hello。好，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认识 Kimberly， 但是可能不知道他其实吃素食。Kimberly 聊一些有关饮食转变的问题。OK。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一间餐厅呢，叫做。支出，它位于台北东区巷弄里，店内用了很多木头的装潢，然后可以看到墙壁的造型都用圆弧形，所以进到店里面吃饭非常放松。然后加上厨师是我的好朋友 Hank， 哎、小当家、之手，来你的名言，名言料理是带给人幸福的。我最近很多朋友就是被 Hank 收服了，所以看今天 Kimberly 能不能够 OK 对今天的美食收服是喜欢的哦。私心问几个问题，好好 OK， I'm ready。够维根是在做什么？其实我会 follow 你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变成 vegan， 我就打 vegan， 然后你第一个跑出来。对，然后我就很谢谢你。新的 lifestyle 不太确定我要做什么样的调整，看到全联有卖 vegan cheese， 然后隔天我就去全联。哎，我们今天的料理有 cheese。I know。对白龙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很正面啊，然后就是吃很多，很帅啊 ，vegan 的一个代表啊。好对对对 ，OK， 我的部分结束了。Instagram 上面收集了广大朋友对 Kimberly 好奇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从几岁开始吃素？我15岁就吃素了。你是不是很小？我今年29岁，我不知道这样算小不小。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没事，我一直以为你比我大，可是没有。14年。4年，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会吃？我爸爸我在澳洲出生长大，家里的外面都是一堆动物啊，他也很喜欢动物。然后小时候就是有可能会对蜘蛛啊什么有点害怕，他就说 no， 你不应该害怕，因为他要跟我们一起共存。小鸡从那个蛋。出来，而且看牛啊、猪啊什么的。那我的姐姐 teenager 开始也是吃素，她就会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那些比较激烈的话，微微的尴尬，然后我就会没有意识，因为我是小朋友，我就会觉得啊，就是我不知道嘛。我爸爸算锅边素，妈妈跟我弟弟就没有。搬来台湾的第一年是15岁，没有什么朋友，不会讲中文。到了国际学校可以去当义工，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选收容所。收容所是那种流浪动物的收容所。对对对对对， okay。 没错。在做一些翻译的东西，就找一些什么狗狗品种啊什么等等这种东西。那网络的世界非常发达，它就是你点这个它会有一个 link， 然后就是有可能会有相关的东西啊。我觉得大部分 vegan 都是网络上资料看太多，真的太多了，真的太多。对对，我变 vegan 也是因为那个 algorithm 演算法。对，演算法，我看到有人在吃狗。你15岁那时候？对对，对我来说吃狗这件事情是我觉得 oh my god， 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大哭，然后半夜我爸妈就跑进我房间说怎么了，然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然后刚好看的影片是他在剥皮，然后还活着，然后我就觉得 oh my god， 然后我就 freak out。 旁边也会有猪鸡牛啊，我全部看了，然后我就整个，然后我记得我哭了大概一个礼拜吧。我是一个很极端的人，我就是凌乱世，个性真的很极端。身边的家人朋友觉得你这样不行。我刚开始有变 vegetarian， 你要怎么取得营养啊？蛋白质。你现在还在发育啊？什么等等这种几个月吧。然后我爸妈就放弃，因为他们知道无法控制发自内心的这个 message。对对。哎，我们菜出来了。这道是焦糖葡萄，有橙味红萝卜沙。对，在旁边介绍真的太爽。很特别的是，一定要吃这个红萝卜，我们是有特别配口锅的。我平常是不喜欢葡萄油，我原本也不喜欢吃茄子，但我后来超爱吃茄子。来吃呗。是不是因为有焦糖，它就没有那么苦？它有平衡掉它的酸跟苦味。今天变好吃，所以我之前最怕的就是苦的味道。种类有沙拉、炖饭、意大利面、汉堡、披萨、vegan 的甜点、茶、咖啡什么都有，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全包了。对，已经全包了。对啊，我们没有要让别人。我的妈呀！这超多，要来好多次才可以把整个菜单给吃完。我就跟他们说，你应该会很常看到我一样。可惜今天拍摄之前，我已经在好好看到 Kimberly。哦，对。你超早去吃，吃很多次了。
也很多次。刚到台湾的时候就很快就变素的，就是中式料理我都没有尝试过，来蒜泥白肉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或是米糕吗？猪血糕啊，对对对对，类似这种我就真的没有吃。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转变？应该是我想一下，五月的时候，就是 fresh vegan， I am so fresh， like so excited。我之前就有吃 vegan 的超超，因为我算很宅的人，所以我都点很多外送 vegan amore， ucha cha plants herb， 其实我都吃了，好熟悉哦。那就是吃了 roots 之后就觉得。I don't know if I should say this. 就你转变成 vegan 之后，你朋友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我两个经纪人这边，有我问他们，Kimberly 转吃 vegan 有什么想法吗？想分享一些资讯。对对，我就是想问这个。确实会有开启另外一块，从来没有去思考过。Kimberly 一直会在 Instagram 上面发那个跟 vegan 相关的资讯，限动发很多。那可能透过他的分享，或是他比较。强烈一点。亚洲人比较 peace， 但是外国人在做 animal activism 的时候非常激烈。没有，我一开始其实很激烈，我前两年都会到处发影片给别人。你怎么了？ Oh, feel so bad。自己会觉得被攻击吗？是不会被攻击。到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那个男方他用热水烫那一只猫，把它烫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分享这个资讯给你，然后我们就有做那个联署啊。我在等一个机会，机会，我在等一个机会。所以等一下，等一下，我来找，我来找这个对话，是 WhatsApp 的讯息。虐待查查那位要被关了，爽哦，不要念出来，那就是。然后我就说，哦不，你为什么？他说，那为何这个？我们原本就是很激烈在扯一分钟啊，过半小时回复我说，确实我以前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是想要教导这个观念，放一个种子。嗯，那那我 ，I'm sorry, I love you。就跟另外一半，你会想要影响他吗？这就是要去拿捏，不能强迫人家。但是我会希望有办法发自内心。如果看到你发的 Instagram， 然后我就马上去加入你的 LINE 群组。你有在里面？有，我在里面哦。突然觉得好可怕。我在里面，没关系，我就默默的在里面。刚开始吃素的时候，我有因为这件事情被攻击，很难过的原因是因为被说出来的事情其实根本没有发生。我去了一个餐厅，然后我超喜欢这个餐厅，然后我们就几乎每一天去吃，它有很多可以做素的选择，服务生也算是熟悉，嗨嗨什么什么，氛围都是好的。然后有几次让我们帮你做素的，然后出来的时候他会撒培根，就不好意思，我不是有点素的吗？他说，对啊，素的没有肉啊，只有培根。其实当下我会觉得有点问号，就是很。feel bad， 因为我觉得浪费了这个东西，我都没有觉得有不开心的。有的时候会发生，确实这不是故意的嘛。收到公司的电话，然后你是不是跟人家吵架 ？What？ 什么意思？没有啊，一个男生留言说 ，bitch， 吃素还来我们餐厅，不要再来。然后他是打英文，这是谁？我就点进去看，他是这个餐厅的厨师。然后我有回应他，我就说，就 like why are you cussing at me？ 你为什么要骂我脏话？他有在我其他照片一直狂留言，然后我打英文说为什么？服务这么不友善，刚好媒体在，那媒体就是嗜血。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我现在就是不会回复，我就应该要训练我的 EQ， 然后深呼吸，然后不要去回应。但是我真的那时候才18、19岁，大概失去了一年的工作，就是我的形象是非常甜美 ，you know angel 处女啊，乖，我有反差感，他原来是一个 bitch。我甚至两次家人还有朋友去吃餐厅，然后会直接被挡在门说我们不欢迎素食者，非常低潮，然后我都有截图他骂我所有的过程，对，然后都有想要去澄清，但是没有人想听，大家只想去相信这个部分，害怕我去哪里，大家都已经对我印象是 you're a bitch， 所以我就会一直很紧张，我就一直嗨嗨，然后我也不希望影响到我的公司。我变 vegan 之后，我觉得我回到我原本的样子，所以我是开心，就是至少我还说自己想说的话。现在媒体不太再会碰到一样的问题，对，因为你可以自己想，没错，我们吃一些东西，我觉得突然资讯爆发，对，很多资讯，然后公司都一直说你的。Social media 可不可以多经营？我是一个不喜欢用手机的人，但我会变 vegan 都会管。然后我的那个 screen time， 他不是会报告跟你说你这个礼拜用了多少，然后我整个翻倍。我现在在做的影片跟频道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觉得可以一直做下去，就是因为我想讲的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让我做很久，嗯，因为我觉得要大家转变是需要努力的。那我继续回到问题。OK， 好。刚跑到另外一个平行思考，那我回来一下。对，你吃五星吗？啊，吃。在国外会很难吃到素食。我觉得要看你去哪里。在澳洲的话，东西都是在家里煮，但是像美国 like LA 大的城市，他们其实有很多的 vegan 的选择，只是很贵。台湾是天堂。是炖饭哎，对，香甜菜跟炖饭，所以颜色好美呀，好厉害，是天然的颜色。请问 Kimberly 喜欢什么类型的素食料理？刚其实回答过，还是中式的。但我其实都很喜欢，觉得可以吃到 vegan 的东西就已经很爽了。有什么我就很感谢。vegan 就没有选择性障碍，因为通常到一般餐厅就可以点那一两样而已，所以就不用选。这边极简主义。真的，我终于知道就是没有吃 vegan 的人的感觉是什么，就到一个餐厅，然后就是选什么，整间都可以吃，真的太爽了。嗯，真的很爽。那你平常会自己煮吗？会，我最擅长就是煮这个肉，还有加热东西。不应该承认这个，但我是一个很喜欢就是吃 frozen food 的人。真的，我自己人都可以边炒肉，对，我直接加热就真的，然后很爽。然后我最近有找到一个牌子的鸡块，然后 oh my god， 它的样子跟它吃起来的感觉就像我十几年前有吃过鸡块，都有人在底下键盘就说啊，你这样吃不健康。I know， 但是就没办法嘛。但我已经觉得我还蛮健康的，偶尔。没有，那我觉得每个人吃素的原因不一样。偶尔。然后因为我没有那个能力煮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现在有养什么宠物吗？猪。我记得有看，对，我有看到，它跟猫狗一样。对，真的，乌尔的小猪啦。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哎，我有一天在外面啊遛我的狗，它只要看到野猫或是闻到，它会那个就是，然后我要拉它什么，然后我就想说 ，Oh my god， 是不是有猫 ？Like 什么动物？但是我想说，哎，如果有猫，我会看到它跑掉。我想说，是不是有死掉的动物，或是怎么样？然后我就有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拉回来。然后我接近的时候，我就听到这个啊的声音，然后我就看到两只小猪就是在那里。对 ，I know， like what the hell？ I was like， 瞬间逃狱成功。我觉得就很怪，然后我就觉得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刚好那天我穿一个非常大的 T 恤，放在我的 T 恤里面，一个半月吧。他们真的虫很小 ，like this， 现在 like this big， 然后肚子超肥。我跟你说。I know， 我知道他们会 this big， 然后我已经问过兽医，他们真的很聪明。我是家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尿垫嘛，我就在看电视，然后突然他们两个人就过来，然后就定点在，然后。我还有那个影片，你知道无肉市集吗？我知道。你要回去吗？之前我是很想去，但是我刚好有工作，我就没办法去。好，反正以后有机会无肉市集可能会看到你。好，对，感觉很好吃。下一题是超多人问 ，OK， 就你有没有想要写跟动物或跟环境相关的？其实大概一年前，我有看到那个蟹肉，对，以及里面有做两首歌，一个是打开山，一个是雨夜，有那个议题在里面。对，他们之前的团员也有吃素，吉他手也是我们公司的制作人。蟹肉的歌都是有带故事跟，有社会批判，对对，没错，创作能力非常强，你觉得很适合我。所以其实已经有这样的音乐，但是之后会有更多。哇，这是承诺哎，还在。拥有了这些勇气，我反而对于我的工作更认真。生命的意义。对，没错没错。今年的年底跟年初会有这些作品，很快，正在做，真的就是正在路上。好，认真吃吧。好，那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可以啊。多有压力，你要问我什么？变 vegan 之后，找回我的热情跟决心，就是关于我比较强烈跟激烈的部分。我真的没有想要去得罪人家，好奇你怎么做的。我需要帮忙。吃 vegan 可能才会比较理解这种状态，好像突然知道了一个真相，然后所以就很想让身边每个人都知道。你有听过 angry vegan 吗？我也非常多的 angry vegan。连一两年就是大概这个状态，就是有点愤世嫉俗。我发现我朋友越来越少。我朋友已经很少了，所以没差。你要找小白吃饭，不要吧，他很麻烦。那你不会更愤怒吗？你看，我又来了。听到麻烦跟什么，你吃的东西很无聊这种 trigger 就是被对被 trigger。你是吗？对对对，反正我就发现，因为如果我一开始就是很神奇，就没有人想要跟我聊什么，像臭臭的就吃我喜欢吃的菜，他们就为什么你会吃素？然后我听到这个关键字的时候，我就会哇可以开始讲，逮到机会，对，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我就觉得我。
我很像回到16岁、15岁的自己，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时候有可能有一年多，就是是这现在这个状态。讲到那个演算法，我觉得手机都在听我们讲话，我会变成 vegan， 就是因为 Instagram 一直给我看这些东西。所以下次到朋友的手机旁边，就跟他讲 vegan， vegan， 还一直来，然后就觉得。逼你要面对。My God， 对，就是逼我面对。然后当然不是批评蛋奶素的人，因为我曾经也是，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哦，我怎么蛋奶素那么久？因为我蛋奶素14年，我才真的变成 vegan， 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是我怎么那么 ignorant？ 就是对对。后来就是会看到关于母牛啊、跟鸡啊那些，我就会觉得。我现在我有看到人家有那个饮料啊，我就会觉得 there's dairy， 就是我不是故意。你在外面看到别人一直看你拿手上的奶茶，你就知道他是鼻根。就算心里有多大的冲击，但你给别人的感觉还是要正向。哦，对对对，我尽量在做这件事情，除了我的发文之外，发的线动之外。有养宠物我就从宠物讲，在意环保就从环保讲，然后在意健康就从健康，想要知道他是在意什么东西，然后再讲，再去对，就是专客制化的跟他聊。我要开始当乖学生，我要学生，我知道应该要怎么做，但是我是一个真的很情绪化的人 ，full of emotions， 不管快乐、难过、生气，我就是会哭的人。自己在开车看到影片，然后我上车边开边哭，有回答到你的问题，有，谢谢，太好了，耶、yeah. ，Cheers。嗯，你们青酱真的很厉害。我原本也没有很喜欢青酱，真的假的？就它不是我的 favorite。真的吗？这是什么？Oh my god， 是艺术品。好，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拍到这边。好，大家这样以后有机会可以来东区支出，大家赶快订位，不然的话应该很难订。对，有可能之后会出现，对，来一个礼拜两次。好，那我们今天可以要拍到这边，我是白龙，Kimberly，拜拜。